嗱，各位朋友，各位網友，唔好講咁多，又一年未流流，屌你老味閪，唔好講咁撚多啦，嘢你哋又未必有買嚇，而家唔該放下金先，當係俾封老毛我哋，屌你老母真係搞唔撚掂啦，咁樣搞落去 ，OK， 台都揼爛幾張，屌你老母閪，嗱今日有一個叫華東華三院喎，心如軒，心即係愛心嘅心啦，如即係我偶像啊，阿影如啊，朱影如嗰個如啊，即係黃志邊啊嗰個軒，咁大隻咩？心如軒，原來呢個心如軒咧。是預防及治療多重成癮綜合服務中心，咁你不如就叫做預防及治療多重成癮綜合服務中心，我就仲明啦。心如軒，屌你老母閪，不如周正軒都叫做仆街。好啦，屌你老母有個主任叫周玉山，就接受呢個香港另一訪問就話：嗯，而家香港人啊性上癮啊有年輕化嘅趨勢啊。2016至2018年期間啊，求助個案啊平均係35.5歲，最細14歲。但係呢兩年啊，求助個案啊平均年齡啊降到31歲啊，最細11歲咋。哇，真係啊，性上癮啊真係好嚴重啊嚇。咁我睇下，屌你老母性上癮都係咩事嚟嘅？屌你老母！咁周玉山就話咧，性上癮嘅患者啊，有機會係因為細個時候啊得唔到父母關愛啊，老母，將啲生活依附喺性愛上面，屌你黐撚線啊，同埋逃避工作壓力啊等等啊，你老母，工作有冇壓力都行得過啦，大家繼續講緊，唔係而家黐撚線，嗱我哋點解話咁真咧？你講嘢話鹹濕佬，你會笑鳩佢話鹹濕佬，鹹濕佬會笑鳩佢嘛？我鹹濕佬你啊發姣啊，或者女仔同女仔講到佢話，哎呀你睇佢死嘢咁，呢個咩十呢個咩十五啊十三位，屌你睇下後屍凳咁樣都唔係啊，特別介曬氣氛啊，你係個負面嘅，好啦，一講到性上癮咧，哦，好似種病咁，就即喂咁係咪要醫啊？即唔好咁樣啦，我屌你老母閪，即係人哋咪係蠢，又話咩學習困難，屌你老味！我睇一睇性上癮嘅八大特徵，哦，睇得冇中。咁我睇完之後，我大佬話：我好懷疑佢性上癮。咁你睇心如軒啊？我屌，我都有心俾心如軒，俾錢佢賺啊！我屌你有冇第一？你有自續？我要問你，我要問下周主任，周主任有邊個冇自續？唔係周主任，你都冇自續過啊？嗱，你咁你唔係。好啦，第二重大鑊，屌你老母！你曾經同同性或者異性發生性行為？屌你老母！你石女嚟啊！屌你老母！我唔同同性，即係同異性啦。唔通你狗都同性行為啊，大佬啊！我打俾你啊！色情刊物網站同埋影片，有邊個未睇過啊？我真係問下啲冇上癮嘅人，先睇到未？佢都有自續過啦，大家都同意性關係唔同嘅，你得男子係嘛？第四，你曾經光顧嘅性工作者即係叫雞，嗯，話叫鴨啦。第五，露體，嗱露體我唔知佢係咩情形，即係當眾露體好少嘅，我就未試過啦。係啊，打麻雀咧要騎一騎嗰啲 friend 咧，我拎條棍出嚟啦。咁算喎嚇。第六偷窺啊，偷窺咪冇嘅嚇。咁有偷偷。咁但係點樣咧？嗱，有啲唔係話專登譬如話隔呢個枕，沖涼咧裝雞偷窺啊。第日先講我譬如我搭巴士，咁條女咁樣樣話，屌你揸老鼠都咁樣坐到，喂就算好啦，好識人，偷窺咩咁樣問電話性騷擾。咁我真係唔會喎，黐線咩？咪咯，放歌啊，同埋網絡性愛，即係話咧，你有呢八樣嘢咧，嗯，你就係性上癮，我屌你老母，咁有邊個唔性上癮嘅世界？咁樣真係冇得搞嘅喎，即係講，唔係你出邊要排上嚟睇你啦，即係點解咧？所有嘢咧都一定要將佢屌你有咩閪病理化嚟收錢咯，即係我心中就覺得嚇，好啦，阿周玉山咧，周玉山啊，仲分享咗個個案啊，嗱呢個個案咧化名叫 Kenny，OK， 佢話佢青少年時期啊 ，Kenny 啊，因為好孤寂啊，爸爸媽咪又要翻工，所以咧佢就成日性渴望咯。屌你老味！青少年時期有性渴望、性慾望嘅合理，你媽咪、爹哋唔係咯，有幾陪你啲咩性慾？你唔好話爹哋媽咪翻工啦，爹哋媽咪死撚曬啊！你都係性慾，你就係咯，關撚事啊！屌你，佢話死撚事。佢話佢一個禮拜啊，曾經係好過分啊，睇成廿個鐘頭啊，閒網啊，我睇睇，我一兩個鐘嘅，咁啊算多嘅。唔係，老實講，我係佩服嘅，因為屌你好悶啊，就係咯，你睇嗰陣打飛機撚頭，我睇啊嘛，得十分八分鐘。好啦，即係除非你話好撚有劇情，咁我真係未見過咯。你都飛住嚟睇啊嘛？佢話佢好曳啊，好壞啊，15歲開始啊，就每個禮拜都會打飛機啦。15歲先打飛機啊！唔係咯。你每個禮拜打飛機係好撚正常。喂，唔得一年打一次啊！屌你，一個月打一次啊！最正常。你每日打飛機我都唔會覺得你正常人啊，大佬。知知，一個月打一次佢就先會正常。咁樣咧，係人睇完啲文章又喺度覺得，咦？咁我咪正常人咪睇得？係啊，係啊，心如軒咯。佢話次數啊，又每個禮拜兩次啊，增加到5次啊。哇，好壞啊！一個禮拜五次機飛，你都唔知幾多次飛機啦，我哋攞嚟殺人放火，都咁撚慘。佢話到17歲嘅時候啊，打飛機都唔能夠滿足佢啊，佢於是乎開始裸聊咯，約炮咯。仲要去叫雞添啊！有幾多期啊？佢話佢好壞啊，高峰期啊，佢每個禮拜啊叫3次雞啊，令到學業同埋經濟都出現問題啊！佢話佢到19歲因為債務問題啊，決心致電求助。嗱，其實咧呢個唔係性上癮，係好正常，不過只不過係叫雞，叫到冇錢，咪就係求助啫。好啦，阿 Kenny 咧，不過唔緊要，自從佢接受咗心如軒家隱輔導員嘅輔助之後，佢學習咗分散注意力，佢仲運用呼吸練習控制性慾望，仲要啊每晚做運動，建立規律嘅生活，成功改善咗成癮問題同埋運動生活。